应该讲说刚好有这个机缘嘛，基于这个动物它本身也是一个生存权，也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啊。那我想我们学校是畜保科，刚好有农场啊，它的食物大家在这边也不宜匮乏，所以我们老师跟学生也都蛮有爱心，而且可以让学生来做一个农场的实习，甚至于照顾这些比较年纪比较高的这些动物，让同学也算一个生命教育的一个部分。所以我们就跟主任讲好，他们也很有意愿，那我想我们来就尽量把这只老牛照顾好，让它可以在它的晚年好好安享吧。好，谢谢。好，因为我们这边是一个经济性的牧场，第一次的话有这样的一个水牛过来我们这边，那我们这边也很欢迎，因为我们没有这种品种的牛只，那我们过来的话可以有让我们学生能够多认识一些不同品种的种类，那也不同的一个饲养管理的一个方式。那么未来的话如果有黄牛的话，那我们也很欣然会愿意来接受啦，不同品种的牛。有什么感觉？学校多了一只 Neo 的牛。怎么说？就因为学校没有这种牛嘛，然后可以有这种牛，可以了解新的牛。有没有觉得说，这种牛可能有没有学说要怎么照顾，还是怎样？应该都差不多。只是说你听到这个故事会觉得很感动，还是怎样？会啊。怎么说？啊，没有，就是用了这么久，然后还把它送过来，要让它继续活着，他们直接淘汰掉。谢谢。整个放牛机给切嘞，对不对？好，哪里下？好，晕车啊！水牛的，谢谢你去。我也先给你。你比完要提交吗？你自己调整哦。是啊。来靠回头啊。